一边是单身，一边是娶媳妇儿。大家猜猜看，小仓鼠会选择哪一边呢？如果他选择娶媳妇儿，他以后就有媳妇儿陪着了；如果他选择单身，他就会很快乐的做一只单身鼠。他会选择单身吗？难道他对旁边的娶媳妇儿就这么没兴趣？没想到结果这么快就要出来了吗？他把头扭了过去，开始往娶媳妇儿这边发展了。他差一点他就选择了单身，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没出来。大家猜猜看，小仓鼠会选择娶媳妇儿还是单身呢？他现在连单身看一眼都不看了。离娶媳妇儿越来越近了，他会用的爪子选择哪一边呢？他竟然选择。